爸知影兰花无死，当要带兰花离开的时阵，飞龙、幽龙想要救走兰花，燕国甲调动发生冲突，剑影伫咧情急之下使用暗器逼退调动，秀月伫咧唔知影情形下用毒镖拍伤飞龙，剑影换男装转来到武圣馆，想要找机会抓乌爸救红龙婆，燕国煞予秀月甲穿伊女扮男装的身份，调动知影了后真受气。叫警方去抓剑影归案，秀月叫调动软禁，想尽办法想要走出去。警方想要甲阻止，颠倒叫乌棒偷袭，将伊两个人抓去破处绑起来，逼伊两个人得来拜堂成亲。秀月甲警方惊讶大意，趁机会分头逃走。乌棒打退警方，追杀秀月，半路拄到拄啊改运刀的飞龙，飞龙。因为受伤不是乌爸对手，一时着急，将秀月救的秘密机关用嘴躲开，让秀月躲过了乌爸追杀。飞龙带秀月转去疗伤，剑影利用这个机会制服了秀月，打算将伊带转去武圣馆换回红龙袍。另外一方面，调动知影秀月被人追杀，带所有地主见翁赢救。精彩的故事，请继续看。你不是下对手，你紧走。我爸。你就是无听，是爱落在我的手头。你赶紧甲放开，要若无带阮阿姐来，你就害啊！中医堂的飞龙赛，我就无放在眼内。因老爹伊个飞啊，伊是要算啥？你个我嘞，我就是后堂的手棍。其实飞龙对人做得就真好。好，先莫讲这。囝，我送你来等。我不爱，我真无简单，才找到机会走出来，我就不爱回去。你不爱回去，你是要去哪？凊彩啊，倒位拢会用的，只要莫回去武馆。你，小花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阿爹，搞回来！飞龙仔，真多谢，又搁叫我查囝一摆。唉，真正是老糊涂，我哪有可能相信乌白这种人？唉，我即摆真正是看愈看愈看袂出。秀月了，秀月了，我就知你会平安回来。你是在欢喜啥？无猜你是我的大叔兄，我爸甲你拍两个，你都拍落去啊，实在真无路用。阿月，袂使安尼讲啦，不管安怎，伊总是你的大叔兄，留一挂面子给伊。伊的武功真是真两光啊，卡叔，以后咱武圣馆若想要靠伊，安尼就害啊。这位姑娘。你唔通安尼讲，我爸伊个武功真悬，就算之前我有中毒，想要拍赢伊，嘛无这个把握。搁再讲当初时，嘛是靠阮的七星拳阵，才发到这福气。
你即摆意思是讲，恁中医堂的功夫比阮武圣馆较厉害哦？哟。我无这个意思。你救秀哥来的时阵，不是同款米伫水底？他倒若不是恁懂，相叔相爷阁唔知了。金虎，回龙师是钓鱼堂的馆主，伊的功夫顶杠有名声，下杠有出名。你要哪甲人比？是，点个？金大师傅。你唔甘嫌啦，我功夫并不安尼好啦。既然今嘛，咱这乌白金并不话，都要麻烦林老师傅来替孙母大人求情，将洪永波放出来。无问题，我今嘛随来去见孙母大人。师傅，师傅，乌白的心肝虽然讲真粗残，也唔过咱嘛无证据能证明讲乌白含的白剑兵啊。你来当乌白去替人保证。林老师傅。我当去中医堂来做保证，白剑兵绝对无可能杀人。洪永波，伊更加是无辜的。是啊，假使剑兵若真正是吕木头，伊早就入去大牢将伊阿娘救出来啊，哪会等阿即嘛？师父，你也了解，你是民兵团的总兵呢，你有迄个义务维护咱地方上的治安。即马白剑兵犯案犯到遐大条，证据充分，哪会当听恩惠良讲一句话，你就放人呢？安尼以后谁敢听你的？阿爹，大叔兄。囡仔人，有血无嘴。回龙山，真歹势。拄仔警方你讲的，你也有听到。我有我的立场。可是讲，若要行洪阳坡的清白，就一定要抓到乌白。甲案情查好清楚。啊，不过你放心。乌爸绝对走袂远，我马上派人去抓。是啊，飞龙兄，你免烦恼，你会在楼底下加等，阿爹一定会给你好消息。多谢你的好意。啊，不过我们师妹即马伫咧等阮，乌爸即马伫咧找伊，我是烦恼讲伊恐惊受危险，所以我看，我先来走好。啊，那安尼，我就无要跟你闹啊。那有乌爸的消息，我随时跟你通知。不是，顺行。大叔兄，你挡着我的路啊！无啊，你这嘛是要创啥物？又搁想要选出去哦？我跟你讲哦。你即马回去房间，好好去想看卖，家己什么所在做了唔对？你后摆若果敢甲阮偷走出去，拱断你的脚骨！去！秀文，秀文，秀文啊！卖生气啊啦！师爷安尼做，拢是为你好呢。那是我的代志，你紧出去。秀文啊，咱那半年无见面了，哪会变甲生疏啦？我是真心要爱你。你啥人唔肯接受我的感情？我唔是甲你讲过吗？我从来就唔捌介意过你。我拜托你，莫阁甲高高顶啊，好无？我到底是倒位无好？你嘛讲出一个理由好无？你功夫歹，人又阁歹，你嘛较拜托嘞，小照镜照看卖嘞，你哪会当先恩惠良才缘投，再来讲介意我？你啥人要替我跟恩惠良比？敢讲你咧介意？这是我的代志。惠弟吼，不管我介意啥物人，我都是袂介意你。你搁徛咧车创啥？紧出去啦！小月啊，你无介意我，无爱我无要紧。不过你若介意恩惠良，你会痛苦一世人。因为伊爱的人是白剑英，你敢出去？出去！你出去！
良喜欢白剑英，我哪会拢无发现？离开我好不好？你现在先别说这，你赶紧躲好。兰花，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我也是这样，只要你跟我做伙，我不许，我不会再伤害人。你要安怎，我都听你的，只要你别离开我，我就跟你同齐去日本好。兰花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？你讲的是真心的，也是假？兰花，我唔知我中的是什么毒，我也唔知影，只管我脱离过了，但我未死。我得把我心内话讲出来，我欧巴一世人伤性命的爱你。你不要再骗我，你不要再骗我好吗？我不会骗你，我不会骗你。大叔兄，你随时会回来，不然你不会在这里。走走，我带你走。这无你的代志，我要教欧巴抓起来，告我师父带。剑姐，剑姐，你不要抓伊走。你敢欧巴赶快去消息，伊无记得你爱伊，伊唔若死过太人，哪样害我？讲害我尔，去有人怪你躲落海底，为何嘛是死在伊的手头？彩云嘛是伊害死的，今日无论如何，我定给伊抓走。剑姐，你给我放开！你放开！剑姐，我知影欧巴，你罪该万死。也不过，不管安怎，我拢一定要拜托你放伊煞。你是安怎要替欧巴求情？你不是讲要跟我斗三工，今嘛我要抓伊，你是安怎要跟我作动？是安怎？因为我把肚袋
已经有伊的骨肉啊。老安，你讲啥物？你有我的骨肉？兰花，这件代志你袂用讲生笑。我无讲生笑，我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要跟伊断绝所有关系，也不过伊拄则又向我求助，伊讲伊袂阁再杀人啊，伊愿意跟我走，伊愿意跟我回去日本。兰花，伊骗你这么多遍，你袂用相信伊啊，江明姐。请你原谅我，为着北岛内的囡仔，就算伊阁骗我，我嘛是爱阁相信伊呐。老花，我袂阁再骗你，我一定会跟你回去日本，别欠伊。我求你，你了解我的个性，我好吧。是谁讲话失话啦？江明姐，伊若放掠去官府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袂用给我巴肚内囡仔还袂出世，就已经无阿爹。我若是无甲伊掠去官府，我是要安怎救我阿娘？我若是无甲伊掠去官府。我是安怎对失去的维护交代？剑明姐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好不好？剑明，我答应过你，我去大牢把你阿娘救出来。我只要求你，你成全我跟兰花。我告兰花，巴肚内囡仔好无？为着兰花，我会改过自新。为着兰花，巴肚内囡仔，从今以后，我袂阁再杀人。当初，我是惊准讲兰花死去啊，我才陷害你。我才会害死黄飞虎，今仔我才兰花有心啦，我要做老爸，我开始后悔我较早所做的代志，我求你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你成全我跟兰花，还阁巴肚内囡仔好无？我袂哪会当原谅你？我袂哪会当原谅你？你今日，你遐尼爱维护，你上知影失去爱人的痛苦对无？我求你，你成全我甲兰花。莫让兰花失去我，我求你，我求你。建明，建明。送兰花回来。建明，刚才阮无听你的话，甲林秀发交予你处理。那恁是安怎？阮甲林老师傅已经解释清楚，搁再讲乌爸，伊的生活嘛不乐啊。即摆林老师傅知影讲，乌爸伊是一个阴险奸诈的人。那恁就表示我阿娘会当出嫁？暂时还阁袂当。那一带形成的乌白太狼的禁锢，树木带林，这道将洪永波绑出来。那呢，我是不是应该跟伊斗阵去抓乌白？
欧爸若是去互因抓起来，安尼我腹肚内个囡仔是要安怎？假使甲欧爸抓起有什么代理，那安尼，但我腹肚内个囡仔，我腹肚内个囡仔就会变作孤儿啊！建明，你是在想啥？无啦。那年咱就紧分头，将我爸抓返去监牢。小弟呢？建林调动，伊知影代志的真相。那呢，是不是就表示我娘无危险嘛？这无唔对，洪永宝是无危险，也唔过。进前，你敢会真希望洪永宝较早放出来？即摆苏母大人伊嘛答应啊，只要阮找到乌爸，就当将洪永宝放出来。啊，不过你现在一点仔拢无欢喜，恁到底伫咧想啥？要救我阿娘出来，干咪定爱定乌爸？你到底想哪干咪？也是讲。恁两个人是不是有什么代志？无想要让阮知影。惠良，敢会当麻烦你安排我甲我阿娘见面？我会当拜托苏母大人给你见面。阿母，我甲有空，赶快先去掠好吧。敢会当等我甲阿娘见面了后才阁讲？先转。你莫问我是安怎，你先答应我。查某囡仔是要来看伊，阿健嘞？建明，阿娘，拢是我，拢是我害你吃苦。无啦无啦，我无代志，看到你阿娘就放心啊。拢是我唔对，无紧啊，我兰花，洪永，你讲我调的。先别讲这啊，小姑娘拜托孙母大人，我来看你。阿娘，你放心，你最近就会当出去啊。什么时阵？真紧啊！这位大兄，什么代志？我想要放迄个查某出来。欧巴，你不是答应我，不要杀人？金毛公这边送啥？紧把你阿娘送出去！是阿诺变来走，阿娘。多谢孙母大人，下当我见面，甲洪永伯母我见见面。你无需要客气，金毛上够重啊。就是将证据找到齐全，安尼才真正会当让母子团圆呀。来，您放心，找证据的代志，阮比你比较着急。大人，代志唔好，有人来叫人。啥？我不爱出去，你安尼做，我无罪嘛，变无罪啊。洪永伯，你莫再啰嗦好无？紧走！我不爱走。建义，你是安怎要找这种人来救我？欧巴，你别讲话好不？阿娘，我有我的苦衷，我拜托你跟我走，阿若无，就真正袂赴啊！阿娘，今年我拜托你。是你。你哪敢话做伙？你想哪变来做？不了，是的，我有不得已的苦衷，请你别管我。咱明明会当让你阿娘水性玩弄，你甲乌白一道，叫孙母代你要哪处理？哎，建明，
你敢在监狱死罪？我知影，我会马上带阿娘离开台湾，袂阁让您困扰。这乌白狗什么代志？你是不是要留台湾？有在？但我无希望我恁离开的时阵有满身的罪孽。我袂愿安尼做，我一定要带我阿娘离开台湾。建明，是。莫想讲我细汉无照顾你。你就会当歪听我的话。阿娘，我洪永伯要怪，就怪我，建明志拢是为着我，为着你。洪永伯，讲坦白，这根本就不是想不想，这是一件条件的交换。条件的交换。我答应恁查某囝救你出来，恁查某囝答应我，我已经把兰花带走。今晚我代志办妥，我今晚就要把兰花带走。袂用的，你想要创啥？无你讲的是啥物歪理？明明就是你害我去坐监，我无找你算账，都已经算袂歹，搁讲啥物交换的条件？若无你，我根本就袂去坐监。兰花袂得你走，伊必须爱返去中医堂。洪永伯，条件是我甲恁查某囝讲好的。敢讲你啊，恁查某囝做一个无讲信用的人。建明，敢是真实？是。你哪会这么戆啊？你敢鬼了？建明姐，洪永伯，你莫怪建明姐，伊拢是为着我，我得教死我的查某囝，唔免你管。洪永伯，我有心啊。伊才会答应我的条件，建明志伊无愿意，在我囡仔还未出世之前，就看袂到伊阿爹。什么？你敢恶吧？我想起来，你为着要破伊的正面后腿，所以你才会甲伊。洪永伯，我知影恶爸做唔对代志。也不过不管安怎讲，伊都是囡仔阿爹。恁两个走，走愈远愈好，我永远都无想要看到伊。多谢，多谢你。莫阁讲多谢，恁两个紧走。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，你也要好好保重自己。敢讲我就这样把台式我王师的外事王放走？你是到底想啥？咱也应该来回啊。去倒，去倒，咱是会当去倒啦，当然嘛是当去大路啊。袂用的，杀人不是你，是欧爸。既然你知影杀人的是欧爸，是安怎你搁要放伊走？我知影我是我做唔对，应该是坏人是我。我即摆去找孙母代你投案。哎，袂用的啦，你搁这么少年，袂当将你的青春断送伫个大路。万一哪方抬头要安怎？阿娘，你年岁这么大，我哪会当让你吃苦？袂用的。我袂用得让你安尼做，阿娘，做唔对的人是我，我袂用安尼继续落去。阿娘，是嘞。建明，建明啊，建明，建明啊！为了我对恁这么信任，恁安尼做，明明是恁利用我，安尼是要表我对恁母叫不利啊！大人，这件代志。一定有其他的原因，
阮一定赶紧查清楚，给大人一个交代。唔管我大官人，夹吧，都是一条死罪。好，你去。大人，民女白剑明知影家己做唔对代志，请大人定罪。你现在要来做，现在要利用我来个恶霸勾结，现在店明，你到底有什么理由？卖个乌毛甲灰龙好不好？无理由。店明，今仔时阵你敢知影？我知影。现在你讲啊，到底什么理由？你讲啊。是因为我。别别别！阿娘。剑明安尼做，都是因为伊诱惑我，是我唔对，我不应该保白剑明的命去抢劫太郎。大人，一切代志都是我在注意，你若要抓，抓我就好，抓我啦。阿娘，唔是你，是我，阿娘就抓我。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，阿娘你就抓我，明明就是我。大人，是我唔对，你不要再讲遐尔济啦，好不？剑明，阿娘。不。李荣瑞。是。我是要过他机会，我能等你。大人，你是讲公英无做人是你，爱我放人也是你，安怎？你后悔啊？要过我一个条件，我你伫上短期间内将真相找着，使这案件早日结束。是，多谢大人。建明，这无外人，你到底为了什么原因要安尼做？即卖应该讲个清楚啊！吼，我安尼已经求出来啊，但是嘛暂时怪我，是甚物原因已经无重要。现在不重要，你创的我跟玉皇无大件，你创的所有人，连孙武大人你也创的，甚至讲，你也破坏武兴官对我的了解，你竟然讲无重要？安尼好啊，我欠你，我欠玉皇，我欠张一灯，我欠孙武大人，我欠武兴官。啊，不过我安尼做，我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。良心？你为了对得起你家己的良心？你创治大家的感情，甲对你的信任，嘉平，你敢袂想过自私啊？对，我自私，所有代志拢是我唔对，安尼会袂？不行，嘉平，我袂当让因误会你啊。洪永波，敢讲你知影，嘉平是为着什么才会安尼做？阿娘，你袂用讲，伊都嘛是为着要成全兰花。阿娘，你让我讲啊！兰花已经乌白囡仔，伊不忍心，让囡仔还未出世就无阿爹。就算讲你有这心，要想让兰花甲乌白，难怪做人输赢，袂当让兰花一世人幸福，让乌白迄款人糟蹋。就算讲伊即摆有囝，乌白嘛赶快来吃罪。桂良，你想要安怎？我爸做遐尔多唔对代志，袂当因为即卖伊要做阿爹，对当下辈伊。玉皇，行，咱找我爸。为了，玉皇，我阿娘，我安尼做，敢做唔对？其实嘛，袂当讲你做的是对啊唔对，只是查甫人，敢若永远拢袂当了解。一个囡仔，一个家，对咱查某人是偌重要。大叔兄，欧巴，你想要安尼就做你走。吴奎良，
你到底想要创啥？黄永博都无代志啊，一切拢结束啊！你是还阁要动歪咯？你认为这一切拢结束啊？但不过，阁有一件代志，阁还未结束的。什么代志？把兰花留来，阮就放你走。有何事情？兰花不得来怀孕啦，敢讲你不知影？就是因为兰花巴肚内底有囡仔，阮才袂当让伊跟你走。黄飞龙，我甲我的家后做家庭，是因啦，只甲你写地带啊！你不是你的家后，是阮中家庭的小师妹。好，飞弟，你就是歪花黑毛好日子过。那你今仔日咱做些解决，不是你甲我害死，你带兰花走，就是我将恁害死。我带兰花走。哎，欧巴，唔通怕，大叔兄，唔通怕。兰花，喂，大叔，是要抓伊，不是要吓惊伊。你也无讲啊，我哪会知影？你甲倒咧？你哪休用停落来啦？我刚刚拜托你一件代志。拜托我？什么代志？只要是你拜托我，我一定做会到。我拜托你，后摆离我较远的。我不是跟你讲过了，唔通用暗器，你敢听无？知影啦，以后我卖用就是啊嘛。也不过你嘛知影，我的功夫无好，我若无用暗器，我哪有可能拍赢啦？你唔免甲任何人拍，你只等去做你的大小姐就好。我才不爱等去武馆嘞，阮阿爹逐天不准我这，不准我那，烦都烦死。不管你要回去还是不回去，既然要出来行大，就要跟人正正当当学功夫啦。学功夫？好啊，我学功夫，你教我，我拜你为师。你要拜我做师傅？嗯。你家己厝会开武馆，你阿爹是馆主，你阁叫我教你功夫？阮阿爹不准我学。那你变学啊，当家人好。这么早嫁人要创啥？而且，我喜欢的人，伊也无喜欢我。小弟嘞，你到底是要去倒位啦？武信馆，你敢要跟我回去？我实在想拢无，兰花明明知影乌爸是一个歹人，是安怎要这么死心跟在伊身躯边？感情，人的感情，有时阵会做出真无理智的代志。哦，那安尼，你一定是一个真理智的人咯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我真无感情啊？你是不是有感情的人？我唔知影。至少
伊对我是无感情。感情的发生啊，是正自然的啦，这是袂当强求的，应该是袂当控制的。你对白剑英就是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过去啊，我甲伊的感情是真久的代志啊。我真正想袂到，迄个时阵你遐尔爱白剑英，我就想要知影，你爱着一个人的时阵到底是啥物款？你想我袂知影？无喏，我就是想要看你到底有偌痴情。啊，哎呀，我那惊啊惊，都惊转来啊！冬梅，秀慧，你有没想要走一刀？阿弟，早跟你讲，查某囡仔啦。唔通装水外口，你是听无还是超工要搞错对？阿弟啊，我你来这个啰嗦，我来拿家伙来对付你。我讲一遍，我爸是完全无任何的机会啊！我爸一定要受制裁。恁这人，咱这么无讲道理，哪会用你安尼清清菜菜都讲乌白无乱？永远拢唔知，去体谅怎么人的心情。你到底要做到我当时？好吧，你卖动手。欧巴，你安尼是痛啥？你若活着，你变鬼变怪是要害我，我就不白叫英雄死你面头前。这是讲错的。拄只吼，卡孙若是无我，黄飞龙今嘛，唔知是减一只手，或者是减一只脚嘞。我甲伊已经有男女私情，嘛发生关系啊！是啥物人？啊！你甲讲啥物人？就是伊。你唔同我袂讲，我甲你到处男女私情啊，我安怎？